吃早餐吗？3点。美女最成功的美食专家呀，今天带你们来看，其实是吧？太早来聊，可惜美女最成功美食专家 TVC 没有介绍到你们这个老字号的干面还有炒龟雕。话不多说，美女最成功美食专家 TVC 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， Let's go。美女最成功美食专家带你们来到 Open A 这边，3:47啊，已经开始人山人海，非常热闹啊！如果你们是夜猫子或者你们很早醒来要做工的话呢，这一边 Open A 是你们最佳的选择。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叫 Open Air 哈？以前呢来的都是降调了。他不是以前这个是露天的对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叫 Open Air 啦。啊，露天的没有盖的，以前没有盖哈，一下大雨就不可以做生意了。啊，现在他盖了，下雨就不用怕了。这样你已经这边炒多少年了啊？40年了。哇，40年了。啊。哇，40年呢，从没有那个屋顶啊，做差有屋顶啊。哇，我还没有出生就有了哎。对。哇，我还在游泳哎。好，这个就是炒龟雕肉加荷包蛋，加荷包蛋是加1块钱，所以炒大的肉就是4块，所以这一盘是5块钱。可是哦，它这个米肉好像有点破，没有什么颜色。炒龟雕蛋加肉，然后再加一个荷包蛋，这一个是6块。你们在哪里还有吃到5块钱的炒龟雕呢？还有加蛋，好呀好呀，没有了。现在我就来吃给你们看。今天美女最成功美食专家 EVC 就带你们来吃炒龟雕，喜欢这一集点个赞分享，好，我要去睡觉了。